社内相亲床戏花絮曝光，男女主角片场互动太甜了。片场花絮中，安小谢和金喜正开拍之前一直打打闹闹，简直和小情侣没什么两样。认真拍起戏来，两人一秒进入状态。男生端详着熟睡中的女友，这也太甜了吧！众所周知，社内相亲还有一段更劲爆的床戏。金喜正在谈到这段戏时说，拍的时候感觉挺自然的，但是拍完以后因为害羞完全没有勇气到监视器前看。金喜正还爆料，大结局姜太武向申夏丽求婚的桥段台词几乎完全是两人即兴的，因为想让对话尽量融入生活。金喜正还临时想到一句，似乎从来没有听你说过我爱你，说一句来听听吗？不得不说两人的表演真是精彩。那么大家对其中哪个桥段印象最深刻呢？